首先呢，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和王雪晶合作。这样子，王雪晶呢从小到大都是我的偶像，因为小时候呢家里都一直 play 着雪晶姐的 CD， 我是从小听她歌长大。今天的月亮圆，我们又再见面，吃月饼香又甜，笑容挂。其实我觉得跟不同的导演合作，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production 是怎么制作，然后呢可以看到不同的导演原来对这首歌有不同的诠释。像今天这个 MV 的剧情呢，跟我原本我自己脑海里的剧情是不一样的，我自己想到的 idea 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导演他也是很 creative 啦，就是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故事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导演的用心，谢谢。不管有多远，今天我们来团圆。合唱了之后我就觉得挺不错的，这首歌很温馨，然后编的人又好好的，然后年轻人嘛就是很 nice， 然后很快乐很开心，然后今天为止合作的氛围都挺好的，然后我们有一起跳那个手势舞，还有一起对嘴啊什么的，可以跟冰燕这么一个 nice 的，我觉得他是小男生，就是那一种很 low 歌，然后很斯文、很有才华的男生合作，我觉得还挺不错。让我们一起团圆，不管多疲倦，诉说着思念。月亮圆。当到这个 MV 男主角，第一肯定是非常开心。大家也很友善啦，就是这次是我第二次跟冰燕合作，很感谢他有给我这个机会啦。这次是男主，然后戏份也会比较多一点，然后跟大家合作啊，都感觉非常开心，就又刺激又感觉很挑战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让我们许个心。希望这个 MV 去拜的好水料啊。今天我们来团圆，你在我身边。还是没见过的，太厉害了吧！食物没有味道。Hello， 秋丽，秋丽，今天上课啊。老师看不到我，老师看不到我。今天的月亮圆。你要去哪里？赶快许个心愿，祝福你每天快乐似神仙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让我们一起团圆，不管多疲倦，诉说着思念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让我们许个心愿，不管有多月饼香又甜，笑容挂嘴边，星星在眨眨眼，赶快许个心愿，祝福你每天快乐似神仙。谢谢冰燕的邀请啦，我体验了一个非常不凡的夜晚。是我们真的是从早上大概七点到现在晚上凌晨两点，非常谢谢雪晶这么早陪到我们到现在。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结束很温馨，因为在火锅旁边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也觉得冰燕希望大家在马来西亚的中秋节呢，大家也可以有一首新的中秋歌曲，歌曲给到大家更多温暖的感觉，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不只是有贺岁歌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还有中秋节的歌。对，月亮圆，月亮圆，让我们。
家中秋节快乐！今天月亮特别。